好，我是沈梦辰。我发现拜托了学妹有毒、有料、有内涵。我喜欢有微微八块腹肌的那种，不要太明显，摸上去稍微有一点就特别我喜欢那种个子比较高，然后比较高冷的吧，暖一个人不算暖全世界的那种。我更喜欢《太阳的后裔》里面的宋仲基那种军人的霸气，特别是撩手机那一段，哇，简直了！有些人就喜欢小白马王子，我就喜欢黑骑士那种，让你感觉你自己就可以有的依靠的那种感觉。比较喜欢那种高大威猛、特别大男子主义的那种，每次和他吵架的时候，不管是对错啊，都是他的错，然后就会一把把我搂在一起。相爱相杀的，然后一直陪伴的那一种，比如打打闹闹啊，一言不合就拳打脚踢的那种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我生气的时候呢，他能哄着我呀；我开心的时候，他能陪我一起嗨呀，可以拍嗨一夜的那种；我任性的时候，他能惯着我，一直在我身边不离不弃。啊，吴亦凡，吴亦凡，吴亦凡，就吴亦凡那种，就那种笑起来坏坏的。如果你能跟他共处一夜，你会想干嘛？还能想干嘛？就随便干嘛呀？随便干嘛？可以啊，但是一定要矜持，不然的话不会对吧？我觉得他在老炮里面特别帅，就那种下车很气愤的那种眼神就特别帅。你什么样的男生能让你出来呢？找我的少女心已经不见了。我不喜欢那种脾气超级好，什么都顺着你那种，就那种就没什么意思嘛，也驾驭不了你。就喜欢那种逆着我来的，就比较能让我感觉挺怕他的。对对对，被征服。因为他是双鱼座，他喜欢天蝎啊，吴亦凡就是天蝎啊，狮子啊，就那种。